好来乡亲啊，新年头旧年尾，欢迎的轮回国小特别来举办着感恩的参会，在学校请老师请志工来吃西餐，一来表示感谢，二来嘛，让学生借这个机会来学西餐的礼仪，落实着生活教育。老师咧教学生用西餐的礼仪吃牛排，囡仔嘛拢感觉真趣味。吃完开胃菜或沙拉之后，才会用到最里面的餐具，也就是用来吃排餐的刀子和叉子。然后呢，是用右手拿刀子，左手拿叉子。为着鼓励学生今年拍拼学习，轮回国小举办岁末感恩餐会，让学生在学校内底吃西餐，体验正式的西餐礼仪。我们学校呢，就利用岁末这个时候，让小朋友高兴一下，然后趁这个机会也教一下他们的一些西餐礼仪，大家的彼此可以一起用餐，然后让小朋友呢，还有我们一些志工啊，还有一些家长委员都可以一起来享用。今年底大家会使做回来吃饭，实在真幸福。也希望大家会使继续用充满活力的精神来迎接新年。